咁啊，我哋嘅戏今日已经唔系新上啦，嚟到感激时段，大家仲咁鼓励支持咧，真系好感激大家咁上面。既然咁开心，唔好讲嘢，show啲肌肉睇下先啦。系啊，好啊，哇，好劲啊，我啲粒弹，喂，换意先啊。 系嗱，即系好衷心感激大家嘅，因为我哋今日嘅票房已经去到过咗4000啦。系啊，多谢大家嘅鼎力支持，喺在座有几多位系唔止睇过一次噶？哇，真系实在太过你哋啦！咁咧，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嘅总成绩咧，即系就算再跟住一路 run 落去，都个金腰带啦吓，都系俾台湾人攞咗嘅。 台灣人嗰個那些年啊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喺呢度問一問個台灣人，究竟你係支持香港定支持台灣嘅？大家好，我係思琪，啊思琪，唔係唔係，唔好意思，而家我好中意香港嘅朋友，因為大家好中意睇激情。 多谢大家，我还是谢谢大家，我希望这个这部电影呢，就是看过很多遍的朋友呢，能够分享出去，然后知道你们看完这电影一定有很多的感触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就知道师傅还有导演一句话，我就要来到香港跟大家见面，看到这么多人，而且上映的第5周还这么多人来看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多谢。 因为我哋除咗我哋嘅影片，我哋嘅受观众受落嘅情况开心咧，其实之余，我哋团队最开心嘅咧都系令到大家喺行出戏院之后咧，系有一种讯息带到俾大家嘅。咁嗰种讯息咧就系等一等啊，我见到有一个留言者嘅留言好值得大家 sharing 嘅。咁佢嘅留言咧就喺我哋嘅电影版嗰度发放出嚟嘅。 咁佢留啲咩呢？佢就話片中將3個悲劇人物呢嘅家庭連埋一齊，叫我哋怎樣努力，怎樣不放棄自己。朋友，如果你現在覺得前路茫茫，甚至想離開嘅話，請先看看這套戲，很多人比你更慘。努力吧，天無絕人之路。即係我覺得帶到一啲咁有正面信息嘅電影，大家又豈能支持呢？係咪先？ OK， 嗱，今日在座喺度，既然大家都支持咗我哋呢部戏啦，咁跟住我哋帮下我哋一齐携手冲向更好嘅成绩，好唔好啊？好 ，OK， 多谢晒大家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系 Sandy，我身心发展得啊健唔健康就要靠你哋，因为跳翻舞先啦。 趁住因为中秋节咧嚟紧嘅中秋节，就呢个节日嘅其实永远都系谂起亲人，谂起我哋嘅亲情。咁呢一部戏其实好大嘅部分，其实就喺亲情入边嘅。而当中有一样嘢，我好恨食，就已经被香港政府禁咗嘅，但系往前系。咁所以我都希望趁呢个中秋佳节，就祝大家都系人如两圆啦，一家和和开开心心。多谢大家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大家好啊，我系太岁。 我哋有咁好嘅成績，全靠你哋，多謝曬。大家好，我係小丹爸爸。想打佢係嘛？係啦，咁啊，多謝大家支持啦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激戰嘅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 Eric 羅浩明，咁啊好高興啦，第5個禮拜都係全院滿座，咁啊配拍得好辛苦嘅，值得一睇再睇，咁啊有賴好嘅編劇啦，你嘅編劇講嚟，好感激啊！阿明咧一路 keep 住啲 Jubilee 俾我哋今日嚟做宣傳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度有好感激佢。好，兩位編劇，吳偉倫、馮志東，大家支持，非常之多謝咁多位，即係頭先見到有好多人舉手係睇第2次、第3次，咁啊希望如果係第一次睇嘅，繼續幫我哋喺 Facebook 啊、網上嘅 forum 啊各樣。
WeChat 又好 ，WhatsApp 又好，同大家朋友讲多句，继续支持我哋，多谢。甚至乎喺街上面胡言乱语，成日嗌住激战咁都得。好啦，有啲嘢回馈大家喎。有啲咁啊，有一啲叫做系咩啊？啲红枫啊、红枫啊嗰啲咁嘅杂志咁啊，系嘛？热狗啊嗰班系嘛？哦，原来卖系我哋嘅电影海报嚟嘅 ，OK， 好胡思乱想啊 ，OK， 咁啊，不如等我哋嘅原创去发问啲问题，系咁以咁样送啲海报俾大家，好嘛？好，阿导演先啦，好嘛？咩啊？我问问题。咪嗌你重科？哦，系啊，有惊惊地喎。好，燕辉咧嚟澳门咧，赚几多钱啊？哇，犀利！呢个呢位人士，廿几个好唔好啊？好啊，有几好啊？廿零个，搞掂啦 ！OK， 搞掂啦，好，搞掂啦。请问景辉哥的手拖脚几尺啊？拖长几尺啊？甩咗几多次教？甩咗几多次？一、二、三。我举帽子那位女生，三次。对，答对了，恭喜。好啦，跟住再派水分嘅问题啦。好啦，嗱，举手先嘛，一、二、三，你啦 ，Uncle 啊，嗱咁嘅，最后小丹咧有冇跟翻佢个老豆咧？冇。冇错，系啱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多谢晒。跟住再發問嘅，我想照顧下後面啲朋友嘅，再揀翻啲後面嘅朋友啊！我呢條考功夫啦，一開場咧，林思齊買嗰支酒係幾多錢嘅？後面啊，黑色衫嗰、那個，係啦係啦，人仔係嘛？啊，好嘢！好啦，大家唔使太動腦跟住，有啲錢翻啲嘅問題嘅。展輝打咗阿思齊個老豆一锤，跟住翻咗屋企之後，展輝用乜嘢幫阿思齊逃生？嗱，又要數個一二三，放低曬手先。嗱，舉相機嗰個唔計啦。一、二、三。呢位先生真係斜咩袋？呢位先生。現時啱咗。好啦，前面的可以不用舉住，我只是掛後面的。好啦，今天會不會拿影帝？是啦，會不會呢？好，一開場的時候講，在我未過澳門之前描述我是我的家在哪裡呢？好，是不是你舉了你縮回了紅色衫的位置？你夠膽你答，你就是你答來說，就是你啊，紅色衫，即是一樣一齊的是吧？ OK， 是什麼？什麼是煙屎啊？的士是吧？ OK， good， 好，多謝了。
好，好，好啦，即系仲有一题喎，阿思齐问埋佢。请问，思琪同思齐啊？请问那个我同李辉哥亲了几次嘴啊？一二三。跳的那位同学，跳的跳的跳起来那位同学，两次，那个白色衣服的男生。辣椒在影片看到就三次，但我們有些 NG 片又拍了幾次。三次。好了，海報就拍完了，但有些中筍的，喂，安地路。喂，安地路真的很厲害。什麼？不衛生嘛。好，我哋嗱，不如嗱声快手手解埋佢咩好嘛？大哥解下底啦！好，行先啊，用佢哋。你冇咩？